富贵的富，富贵，富贵贵。你兄弟姐妹叫富田，你叫富贵。白痴！哎，浩南哥，来，你要加入我们尿尿四兄弟阿航啊！尿尿四兄弟，很臭，很臭，不要再尿，不要再尿了！难怪我刚刚闻到一股味道啊！哎，要跟着尿吗？赶快，你要不要跟我们结义？要的话就一起尿。不，这边不是三个人吧？哪来四兄弟？一二三四啊！哎，可是女生不算啊，女生不想跟我们尿尿。你们先尿一次，我看一下长怎样。啊，真的没有警察吗？你有没有带警察来啊？这个小兄弟，谁？我吗？哎呀，我怎么可能带警察来？那就好。哎，富贵，快点，自我介绍。哎，富贵，不要介绍，先尿尿，尿尿交友了。过来，卡位，卡位，阿恒过来，旁边这个位置给你了。阿恒过去啊。啊，不是，啊这边这样四兄弟啊，谁是谁？我是大哥陈浩南。你啊，你什么时候被大哥？好，那我是二哥陈浩南，王富贵是大哥。啊，王富贵啊，他谁？大哥，我怎么被大哥？你卖国差，你就是大哥啊，我二哥。大哥姓韩啊，我们是。没在怕，只是不小心甩了出去，全身是山，我站起来哈，跟他讲说放过我的兄弟，全部冲着我来。于是呢，他们就把我绑在警察局。啊，我这两个，他叫周宇了。啊，周宇啊。哦，我自我介绍，我叫王富贵，富贵的富，富贵，富贵贵，互相跪着富贵。你兄弟姐妹叫富田，你叫富贵。不是啦，周宇，都一个富，都一个贵。没有啦，我全身都是血啦。你要讲你的那个吗？成功的。啊，对对对。赶快讲完了，周瑜就从那个警察局翻译了一声，拿着枪指着那个警察，就跟他讲说手举起来，无线电关起来，然后他就关了照做啊。接着我就被他们带来这边，我算是被绑票的了。对，我们给这个警察局下马威了。这是在刚刚发生的事情，是不是？就在刚刚啊，我们已经跟他们讲了，我们总共有五个人，所以我们五个都被通缉了。什么情况？是大哥，一个女的叫小天使，什么东西？你跟谁讲？我啦，我没讲了，我在想要不要这样讲。不要不要，不能讲。我们以后就是五虎将，五虎将啊！我们要干点什么事情是吗？就是五个人对着一个人尿尿啊，把一个人卡在中间尿，就这样。一开始先讲，这是我们初步计划，让全城人的人认识我们。一定要先找一个榜，有没有？有没有仇家？来，小天使。我觉得我讨厌警察局长，更大的也讨厌那个龙炮警官，这两个都讨厌。不行，我们不要绑警察，要绑就绑更大条的。更大条谁？政府官员。养乐多，我跟你讲，刚刚哦，我在医院，因为我全身都伤嘛，啊，结果嘞，他只对我说，不是很厉害吗？不算厉害的。这样你以后就没有零用钱了，阿贝。好吧，我跟你讲，你不是想要有人养你吗？谁会养？谁会养王富贵？他不是很富贵吗？他是到底是富贵还是富贵啊？他负债啦，富贵富贵贵啦！你这样有奖跟没奖一样啊！啊，你等会几号我传简讯给你啦！啊，你叫你的名字叫什么啊？我本名叫金刊行啊！我本名叫金刊行。你不要学他讲话。我没有学他讲话。你有学他讲话？他没有学我讲话。他没有学我讲话。看你们好烦，我真受不了。你们两个讲话的时候举个手好不好？你们不要连发型都一样好不好？很烦哎、欸。所以刚刚谁是谁在讲话？阿航哪一个？这个啦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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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这个啦。我要拿手机了，我要拿手机了。二哥、三哥，不要闹了。这样，我们一群人的目标是什么？我们先回去找一个人绑他尿尿，树立我们的威严。就这样、啊，就是这样子，就这样子啊，就这样、啊。你不干这件事，以后怎么抢银行？干了这件事以后可以抢呀，懂不懂？你要训练你的胆子，阿航。训练我胆子，阿航又不做坏事。欸、他们两个讲话声音真好像哦，对啊，很像。我已经故意当狗尾了，还像哦。我已经故意跟王富贵同一阵线了，还像。到底谁讲话？哦，烦哦，最好速啦，我台湾狗尾。真的有这么像吗？阿喵去哪里？大磊，他要去哪里晃东西？我现在标的点。啊，你要下去标给？没关系、啊，我跟着你们的车就好了。你跟不了的。对啊，你跟不了，我是车神呢、欸，他是车神呢、欸。来，我跟看。啊。呵呵呵。
车啊！我要下车，要不要换车？受不了了。在干嘛？哎、欸，推门，开门，怎么开？这不是我车，这能开吗？哎、欸，对不起，阿佩，对不起。哇，我被推走了。死了！啊，他死掉。干不了大事了。完蛋了，而且你还戴着面具，叫医护了。哎、欸，怎么市民那么凶啦、啊？哦，靠，我也死了。哇，等一下，哎、欸，天使，这群人真的没问题吗？你到底是怎么被这群人拐来的、啊？没有啊，那里面有我朋友，这是我朋友啊，这蓝色衣服是我朋友、啊。周瑜是你朋友？对啊。哎、欸，他怎么人都倒了？怎么办？这到底什么情况？要进医院的啦，我叫医护。所以你他被救护带走会被警察抓走、啊？会，来了，我们就说我们看到他倒在这边、哦。好，对，我只是路过，我只是个路人。我对，我们看他倒在这边，然后帮他叫救护。学姐，学姐，两个叔叔快不行了。我先检查伤势，不要乱叫。让开。哎、欸，天使，你叫他学姐，所以你是医护啊？不是，他是我们 SO， 他是我 SOD 的学姐。稍等我一下。哎、欸，我明天表演啊。要记得来看哦！我知道，哎、欸，有没有现场转播之类的、啊？没，现场转播？对啊，没有 SNG 转播。我想在家里看电视当免费仔，可以吗？如果你有事进不了城的话，你可以在那个啦，在城外看啦。哦，对他有。没有，我只是想说有没有不付3000块又可以近距离看到的方法？没有，公关票什么的啊？公关票没有、欸。我有，我认识那个哪个大雄。哪有公关票啊？乱讲、啊！有，他是我兄弟，我们是合伙人。双方都上车。大哥，快过来！大哥，扶你。这群人真的干得了大事吗？我怎么觉得他们完全不行啊？啊，不是，周瑜，你平常是在干嘛啦？就跟浩南混了？没有啦，我平常很少在的。然后是今天刚好因缘际会下认识。哎、欸，我听说很多人都说不要离浩南太近呢、欸。真的假的？对啊。那他怎么用你电话？他是那一天在医院，他就突然，我们就刚好认识这样子，然后他就加我电话。我还以为你们很熟哎、欸。没有很熟啦，昨天刚认识啊。啊，昨天而已哦。对啊，而且，哎呦，爆炸呢！我是听目前很多人都说浩然蛮霸气的，要离他远一点这样子。真的，我又爆。对啊，不是，刚刚那尿尿主意是谁想出来的、啊？是我想出来的啦。是你想出来，我刚刚还以为说这里面就只有你稍微正常一点，没有，结果是你想出来的、啊，尿尿很正常啊，不是找人尿尿不太正常吧？没有，我们现在要成立一个尿尿帮，尿尿帮跟尿尿帮可以干嘛？就是你要越特别，人家才越记住你。可是被别人记住不是件好事啊！你这么讲好像也是。对啊，这样子你干什么坏事？要是被别人记住，坏事传千里啊！没有，我们就干坏事的时候就戴着面具，然后平常的时候不要让人家知道我们是个尿帮。然后我们做坏事的时候尿尿就什么特征、欸？对，要是尿到一半警察过来怎么办？尿又抖个2滴，会不会下次变尿裤子帮，然后被别人嘲笑？我怎么觉得会啊？你在讲我怕怕的、欸。对啊，所以我觉得这样真的好吗？嗯，没关系，之后再研究，我们要去医院看他们。哦，好吧，他们应该在里面吧？你是阿航还是浩南？我是阿航，浩南应该躺在床上。啊，你为什么要穿那么像啊？没吧，是他学我吧？他腿不是穿那样的、啊。其实他腿不是穿那样，我今天错了呢。对啊，这位是局长吗？哎，怎么了？那个，我昨天有认识一下那个龙炮警司，他说你们现在这边好像有点缺人啊。我以前大学的时候是那个警校毕业出来的、啊，如果有缺，那你电话，你记下我电话好了。好，然后你传个讯息给我，78238。好，局长怎么称呼？就叫局长吗？我叫李麦克。啊，李麦克啊，哦，我是问一下，妹妹你叫我。我有哪里老大叫你呢？你爸爸叫你呢、啊？我爸爸就是浩南啊。哎、欸，那个在这里安全地下。哎、欸，那个金先生，哎、欸，你认识他们吗？我刚在路上遇到他，他好像就是倒在那边这样子，帮他叫。好，OK，那没什么事，你可以先到外面等一下。好。阿贝怎么被绑走了？阿贝怎么被带走了啦？哎、欸，为什么感觉当警察都被别人讨厌啊？没关系，我觉得。我们的优点就是我们可以混在黑白两道之间啊。阿航怎么在这边又遇到你？没有，这浩南啊，没有啦，浩南现在被抓走啦。我说那个浩南说你这边可以拿到明天演唱会的门票，真的假的、啊？3000块，因为这个要给艺人的钱啊，不是我的钱、啊。就我隔壁这位啊，因为明天请太多人了。这个阿航，哎，龙茂警官，来，我们聊一下。好，哎，你还想当警察吗？哎、欸，还蛮想，你们真的很缺哦。局长会请示那个高层啊，可是跟那一群混在一起，
我看你很快就会有案底呢。我一直觉得他们怪怪，哎、欸，他们一直想拐我做怪怪的事呢。偷偷跟你讲，那个王富贵身上应该是有毒品吧？应该是有啊，感觉你警队出来的就很行啊，不要跟那一队那一群人混一起、欸。我就是一直尽量不跟他们混，结果那个陈浩南一直来烦我啊。哎、欸、啊，如果有那种疑似会犯法的东西，你尽量别跟呢、欸。好好，我尽量不会跟啊。哎、欸、呀、啊，你如果有案底，很难进来呢。啊，希望你可以当我学弟啦。哎呀、啊，好好，没问题。